开着宝马去蹭饭，专挑豪门大户。别墅与洋房的金贵主人会留下我们吃饭吗？心怀期待走过一村又一寨，两位网友二加二模式体验人情冷暖，连蹭数家均以失败告终。今天来体验蹭饭的两位网友分别是开装修公司的黄总，家装定制的卢总，两位都是蹭饭的小白，第一次体验向陌生人蹭饭的尴尬。虽然他们信心满满，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让他们猝不及防。哎，咱这老人家在村里怎么弄？现在不是还有一次？哎，这个别墅啊，这个别墅也是没有装修，没有装修的。那你开了没啊？房子开完去那讲，不是你不是一个大哥？好，对。老表你好，你好老表，我是那个是吉安县的，你的远房亲戚，你还记得不？还记得一点吧，我是到老家去了。哇，这是你家的狗啊？对，我家没狗。你吃饭了吗？吃饭了，已经吃过了。那这里做客呀？对，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做客的。哪个家里吃饭？我不就不知道嘛，就碰到你那不是在你家里吃顿饭吗？我家里我这饭早就吃掉了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。哦。那我们得继续寻找。他们老表呢？啊。这村里怎么老是没有人在村里？现在过世去了，好多大人都不在家里。过世去了，那栋房子是不是你家的？老表，哪一栋房子是你家的？我家的房子是最差的，最差反而是最富裕的。哎，哎，你好，老表嫂。哎，真以为我是亲戚啊？他认为我们真，我以为你还真碰到亲戚了。不是，可能什么？可能是铁粉。你蹭饭吧，我看听。是，我们是亲戚，你，我跟他也认识。我跟老表关系不错。你刚才以为我真的是你的亲戚是吧？是吧啊，我刚跟我老大走在一起。哦，这是你老大。是。我们是来这里闲逛的，就是说白了简单一点，就是找人家家里吃饭，看看这能在你家里方便吃晚饭吗？到我家吃晚饭。啊，你放心。我们绝对不是骗子。可以啊，那家中电话随便试一下，你说。这是你家老二是吧？老四。老四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姓肖吧？对，肖老板，他是老大。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目的，就是来这里村里。走走看看，然后就碰到有缘的人愿意请我们吃饭，所以就吃顿饭，就很简单，就这个道理。饭，我以前来我吃饭不是肯定吃吗？这个也是大户人家，肖老板也是大户人家，没有，炒个青菜就行了。可以啊，随便吃没关系。真可以。可以，没事的。我们四个人。四个人也可以，没事。这饭这都是亲戚朋友吃的，没事的。肖老板正好在吃饭，我看到，难怪是武汉的。要么我能炒个什么蔬菜来？谢谢，那我们不客气了啊。这边炒的怎么那个嘛，无所谓的吧。没事。希望您别介意啊，我们来到你们村里啊，也遇到跑到您家里来的，多多少少也有点缘分。没关系吧，水饭也怎么是不是？我说我父亲就说过。饭是朋友吃的，是吧？我搞点蔬菜来，炒一点什么的。蔬菜摘一点菜，就炒个蔬菜行了，不用其他菜不用。啊，我来弄点鸡蛋。老板，你刚刚吃饱是吧？还没有，我一直刚刚在吃。哦，你也没吃。那就刚合适的。哎呀，我们走到这里啊，差点出村了，还没找到饭吃。
看得出来肖老板两口子啊非常大气的，很热情，特别是嫂子有一点的望不像。我说实话，我也当兵的是吧？哦，我儿子是当兵的是吧？我以前是说实在的，这是我大哥，他以前他是当过书记，教过书，哦，退休了，啊，在那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那个弄点冻菜啊，这边因为没水没电的话，有这么多朋友过来。弄点买点什么菜都可以是吧？现在这种买菜也来不及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简单就好。你搞点那个地上那个什么，我这个拍一拍嘛，鱼是吧？原来是猪肉的家常啊！喝点酒啊！酒就不喝了，我们吃口饭就行了。喝点啤酒也行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啤酒不喝，我们吃点饭，然后就弄点。因为这个时候都快天黑了。就随便对付一点啊，不要客气，你不用说做什么菜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今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？不是，我们两个躲那么远干嘛？你今天是来蹭饭的，你还是来蹭我的？这个人搞清楚啊！你躲那么远，搞得我这好尴尬一样。哎，嫂子去摘菜去了是吧？谢谢嫂子。蛮朴实的两口子，走到村尾巴了。如果这一家不答应咱们吃饭，可能咱们就要灰溜溜的要离开了。天无绝人之处啊！你们发现这个男主人、女主人啊，第一个是对人相当和善，第二就是他们见过世面，他们不怕你们，啊，这样我们才有饭吃。一句话概括，这就是我们的有缘人，有缘人才会请你吃饭。嗯，好像是在东莞，对，出来，就是在东莞。淳朴好客的两口子，抓紧时间为我们几个陌生人做饭，这是一份信任，更是一份博爱的胸怀。谢谢肖总。1234小狗，要不好玩呢？好玩啊！别说不要杀掉了。哎呀，那么多怕你每天喂食都挺费劲啊，这么多狗。现在有狗粮买不了，我不买。有狗粮是吧？有狗粮买。看到嫂子的面相没有？非常的福气、富态，最主要是和善。嗯。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缘分定格在最后这一户人家。比较正直，啊，说实在，兵哥哥都是相当正直的人。我去年还是村委主任，你知道吗？一身正气的肖大哥原来是村里的主任，军人出身的肖大哥曾经带领村民发家致富。我们误打误撞来到肖大哥家蹭饭，肖大哥排除疑虑，欣然接受我们。足以说明肖大哥的豪迈与大度。慢慢，村里的人越聚越多，就连怀疑我们的肖老大，知道我们的来意后，带着诚意化解误会。兄弟几个与我们相谈甚欢。肖
我想就是脸子好。没事没事，站起。先吃吧，先吃。好。好好，那今天就打搅了，所以没事没事，随便吃。让你们麻烦了，后面又给我们炒菜，是你们都吃完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来。吃吧吃吧，就随便吃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菜，不好意思啊。说这个，我们这种外人，你都是吧这样招待我们这两口子，挺好的，这些菜都挺好的，很讲究的。土鸡蛋，土鸡蛋。你下面有时有菜冻得好耶，下解冻不了。解冻不了。啊，那理解理解，没没事，吃饭吃饭。吃饭。那今天我没开车哈，做完了把我当司机了。今天我来陪小组，对的，你可以的，我来开。你搞得我每次都不敢喝。快点开车的。别了没事，一个人。啊不不不不开那么多，不开那么多，我们分一点就行。哥，没事有啊。那那我是。这个冰了，来来来，太热情了，是不是？没事的，没事。不要开那么多吧，嫂子一看就像好人，那写在脸上了。好人做错，真的，你写在脸上。好人做了也没什么意思。好人不好是吧？做好人。有的也有好，有的也有不好。当时我是说现在的好人。好人是做了好多好人。我也是这样说的。做了好多好事啊，他都现在。懒惰。他现在又害得我。好人是懒惰，但是做好人好事就肯定有好报的。对对对，我也是这样。一定好人有好报，我们要坚信。我家教比较好，我说实在的。认识就好啊，认识就是缘分。对呀，没这样子。哎，嫂子，我吃了。嫂子，一起来吃一点。我不要了，我真的不要。那位是肖大哥的三哥啊，肖大哥是老四吧？老四，他跟老五在临沂医院。他总共五兄弟，刚刚那位是老大。来，我们一起吃点。来，三哥，我也刚刚吃过了。来来来，吃点。来，非常大哥。拿去。大气的。我干啥？这个菜是刚刚嫂子到院子里拔的。嗯，是我看到。啊，新鲜，一定是新鲜的。没事，哎呀，随便啦，毛弟吃。肖总是这样，他两个今天想就是体验一下去陌生人家的吃饭，看看能不能就是成功，会不会被人家打出来？刚才去的前面那个。关门的，看到我估计门都关不紧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？我家里就是怕。对他长相比较凶。我们是见过世面，到外面会吗？我们不会吧？看你们都是好人。哎呦，嫂子这句话，你的书没有看到。可以看到，假如要带什么卖货，要你卖什么产品，这样就要提防一下，怕骗钱嘛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确实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对。啊。两口子其实有这个地方之心也是好的，随便换的就换的，就是随便便换是吧？不管怎么说，非常感谢你们两口子，不要啊，接受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吃饭。你这话又没什么好的，要是朋友啊什么啊，过来早点打电话，我早点好安排是吧？下次来就是朋友了。对，留下你们电话吧，聊聊你联系朋友嘛，这是丢掉。多个朋友多条路啊，是吧？多条朋友也多条腿，也是毛腿。嗯嗯，很不好意思，这个吃个面吗？是我们不好意思打搅。没事啊，这不算什么打搅。说实在，我以前呢，我看到你们家在街上啊，你们那些说，哎呀，他是骗人的，就看到一些乞丐什么样的，我都会给钱。我不知道一向也还给一块两块，我要不就十块，我看那个就比较苦。我因为我也不是。条件不正好，那时候看得出来吧？肖总是善心的。我在广东坐公交车，我全部看老人全部弄。虽然我也那个时候也半条的三十四分岁，但是我成了那个老人家最愿意是吧？我都不用做，包括我现在在吉安到吉安火车站，有些到广东去的时候，我都是碰到这个我就会弄。如果是在我们那个里面啊，这习惯蛮好，好红的。都看到，这不是坏人是吧？这都不是坏人，但是说就，正好碰到这个，可能是哎呀，怎么样没有，直接换，哦，不是为了什么，不是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想法，就是吃点饭。啊，可能有人把我们想的太复杂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做早餐。
乡下的就是有那个，我不看你们不是拜的。还好两口子比较敞亮，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要不然今天晚上得饿肚子。有钱到哪里去拜的？拜什么？那我跟你们说实在的，你马路上就捡那么小弄了一下几分钟是吧？来，各位兄弟，各位兄弟哈，来进来好吗？你是七几年的，肖大哥？七二年。七二年的，属老鼠的。对呀。那嫂子您多大了？也是七二年。啊，你两只老鼠在一起啊？三只老鼠，我儿子也七六九九六年。啊，也是老鼠。啊，不不，我不。来，看看老师分。不，我等下喝醉了，我等下喝醉了。拿弟弟过来。不，不用不，那个，我等下喝醉了。不会，本来就一瓶酒的酒量。啤酒不会喝醉。喝一瓶酒，我哪里喝一瓶酒？到我这，我的地盘了，是不是？你来请客就你的地盘，下次有机会我也请你吃顿饭。啊，没有。说真的，在这个地方吃里扒香的也没多大，以后反正不管什么时候你来到镇上，我们吃顿饭。啊，说到我们交朋友是，或者赵老师。或者哪里是哪里广场，或者叫什么？今天我们一样，哎，就是这什么，我请您这次吃顿饭，您明天一定要请我吃顿饭，都是这样。我叫朋友是黄酒，啊，被小姐灌醉了，没有，灌了我一瓶半啤酒。我喝了两，反正我也是。我那里看那哪一瓶放在那里啊？卢总也喝醉了啊，卢总喝了点。脸这么红，脸红并不是我喝醉酒的，有点像典韦啊，喝的。三国演义里面的典韦。吃完饭就该告辞了，非常感谢肖总两口。哎，不用，实在变外是不是？对，年轻人在家更容易沟通一点，如果遇到了年纪大的，我们也不忍心吃人家的饭，也难以沟通，始终把我们当骗子，这样很不好。大晚上人家耳朵也不方便。你们走的球吗？你们他们那边也有差不多，我有吃饱了，知道吗？怎么说的？上次有的这边的家宴，肖总在打电话。哎，吃饱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吃饱了。这个西瓜不错哎。自家的。哎，也是我们在自己家里种的。别，我把我放下了。自己的地，咱天天感谢嫂子，哎，不用，感谢你两口子，吃饱了，啊，不好意思说，我喝醉了，不但是吃饱了，你会喝醉啊？来，肖总，没什么送礼的，那个，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两口子，不用，你这样就见外了，不，你给人困难的。拿过来，这一点意思。不要，真是不是一点意思。拿那样给你那个比较年纪大了，给他们有困难。不，给有困难的人。给有困难的人。非常大气的一家子。拿着。我们两个也不要。缘分，缘分才来到你家里。啥缘分？缘分才来到你家里。这么说，你说说你那个年纪比较大的。这是缘分才来到你家里。来，这个是月饼，现在马上过中秋了。哎呀，嫂子，送点月饼给你啊，嫂子，马上过中秋了。啊，谢。这是也是感谢那位寄月饼给我的网友，今天借发现佛了。这个是开月饼公司的老板。不知道，反正是网友送给我的，今天也送给。哎，你搞得我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啊，你别说。哎呦，你给人家有困难的。不，不成敬意。那个王经理，那个给他们。哎呀，认识就是缘分啊。哪里有个电话？留个电话。真的是缘分。留个电话吧。好，我们加个微信。你加我就行了，加我就行。以后就这样，不是说以后就是一个朋友一样，到这来哈，到我这个地方来。提前了，小宝，提前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好准备吃顿饭。有点像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搞不定了，我善良的两口子。啊，嫂子姓王。啊，对，王朝英。啊，非常感谢两口子。你搞了我都不好意思。再者，感谢这个村的村民。啊，刚开始啊，他们以为。是吧？我们是什么人？
现在他就知道我们啊、不是坏人。哎，在，现在他知道。只要不是坏人就行了。对对对。再次感谢啊，感谢梁总的，再见了啊，再见再见啊，走了。下次过来提前打电话。OK， 走了，哎，再见。这真的是良善的两口子，非常好，感受到了吧？感受到了，很热情。对，非常热情。坐着宝马来蹭饭，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收看，蹭饭成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